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7日，假期的最后一天，你们在干嘛呢？朋友们，是从老家回来啦，还是出去旅游回来啦？还是送孩子回来？我是刚送孩子回来。送孩子回来了，没有事儿干了，绣会儿十字绣。二宝在旁边读书呢。看看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十字绣还来这几天没怎么绣，好几天没绣了，手痒痒了。休一会儿，一会儿做饭去。老讲嘛这样的读书呢。到底在读书还是玩呢你？读书呢，秀起来。以前不爱秀，现在时间不长秀的话。还挺怪想秀的。